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宜贤观》。生物的一个多样性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也就是这个地球健不健康。就好像我们人体，我们可以看到它，活力好，它胃口好，它睡得好，这基本上没有问题啊。地球呢，它睡得好吗？它里面的这个族群，彼此之间的互动怎么样子啊？生物多样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啊。那但是这个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指标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对地球的一个气候变迁的一个问题，温室效应的一个问题啊，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啊。而且这个多样性多到多少，有时候你也很难想象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物种的种类、物种的一个数量到底有多少？有1000万至1400万种。1000万呢，不是说这个蚂蚁算是1000万，不是蚂蚁算是一种这个物种，1000万种到1400万种，那么这个影响最大的一个区域就是热带雨林。热带雨林它占的一个比例在地表面积不到10%，可是它的90%的物种是在热带雨林里面，所以热带雨林的砍伐过度的那样的一个让它的一个空间没有办法让物种可以生存的时候，这个反到头来对气候、对于地球的一个健康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啊。所以五彩缤纷呐、色彩斑斓呐、这个很重要啊。包括物种也是这样子啊，这个才有办法欣欣向荣。如果就只有单一个，哇，这个似乎好像独占地球，就像恐龙一样，到时候一发生一个问题啊，就整个发生非常大的一个变动啊。是，所以绘画里面啊，这个也有它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那样的一个感受。这个相对同样是画花，但是这一边的一个感受，你就会觉得好像比较单纯一点。这个当然跟宗教有点意涵，是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可是大家如果在看这样的一个画作，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画家，这个法尔热这样的一个画家，他画的是这个花，但是简单的一个花摆设里面又跟那样的一个阳光也好，桌布也好，或者是窗帘也好，都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同样是一个阳光，它的摆设，它的这个局部的窗映照在窗帘上的颜色，跟在桌布上的颜色同样是白，又有点不一样的白。花呢也不会太复杂的一个感觉，所以有时候是需要五彩缤纷，有时候也需要一点好像这个很纯净单纯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啊，彼此之间有那样的一个对比的时候，这个才是生命啊。所以你看画家里面同样这位画家可以感受得到，他不把它弄得很复杂，那同样的用单纯的一个笔调绘画出那个花的，这跟莫内的荷花、莲花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即使它是在花盆里面，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得到那个单纯、那个生命力、这个那个美感。所以说，这个艺术家真的是还是很厉害，有的可以很恢宏，有的可以很专一啊。那音乐家里面也有一些，也是啊恢宏，也有的相对就用比较单一的一个单纯性来去做他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啊。这位画家不是这位艺术家这个尼洛这个尼曼这位画家不艺术家尼曼作曲家，大家看到没什么感受啊。好，他的单纯性怎么去呈现，我们请他请出他的钢琴协奏曲啊，来给大家听一下。旋律上好像似乎很愉快，但是没有很复杂。
琴跟弦乐之间的那样的一个互动啊，哎，你听起来哎非常悦耳啊啊！这个当然，如果只有这样子，似乎也不行。就算是这个单纯性，也要有点它的一个起伏啊。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白，有不同的白，在桌布上的白，在窗帘上的白，哎呀，跟花的白还是不太相同，所以也就有不同的旋律。这是二十世纪的作品嘛，所以相对现代性感觉比较强一点，但是还是很单纯的。它的主旋律似乎是差不多的，但是那样的一个节奏感有点不特别啊，还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得到现代的那个活力啊。好，听到这里，我不晓得您是不是稍微有点点觉得这个音乐有点点熟悉呢？好，同样是他的钢琴协奏曲，在后面，在前面一点的时候，他的音乐表现是这样子。听到这里，您可能就会想到，一首这个电影主题曲啊，钢琴师跟他的情人啊，这是纽西兰一个非常有名的女导演甄康平，在1993年的非常好的一部作品。这个作品好，摄影的很好以外，配乐就是他配的，所以他把其实原先是他先有这个配乐，后来他才把它改成这个钢琴协奏曲啊。所以非常善用那样的一个旋律啊。好，那他钢琴师跟他的情人的这个主题曲是这样子。你可以听到跟刚刚的那个主旋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就是那样子短短几个乐音啊，简单的乐音中谱出了那个深情似海的那样感觉啊。所以这一位作曲家厉害啊，不止这个，他在更早之前呢，跟大导演彼得格林纳威《厨师大道》，他的太太和他的情人啊，哎，怎么去陈述他的电影呢？配乐。也是单纯几个旋律，但是那个节奏的分明啊，让跟剧情之间的一个互动啊，哎，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呼应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做电影的配乐，它其实就是现代的古典音乐啊，让它古典音乐可以从以前的几百年前延续到现在，更可以往后再有更好恢宏的一个发展啊。所以层层的那样的一个推广，哎，这个推演这是非常重要，医疗也是层层的，五十几岁要治疗不是一步到位啊，啊，前面有好多层，你要做得好才有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工作的时候昏倒，啪昏倒，这个很重要，他的朋友会 CPR， 立刻 CPR， 然后打电话119来了以后，在那个救护车上啊，电击了8次啊。在救护车上以及在医院急诊啊，让他赶快稳定生命征象，稍微稳定以后就给他照刚刚照的胸部 X 光，看起来肺部有积水的那个样子，他肺部有比较水肿的情形，最主要就是心脏有问题啊。那在这个为什么心脏有问题，赶快做心导管的检查，这个是右边的冠状动脉，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这个有问题的，然后这是相对左边的冠状动脉，这是还好的，所以右边的冠状动脉在这一段完全阻塞啊，这就可能致死的、啊、那么恐怖的一个状况，所以赶快这个分秒必争的状况之下，把这样的一个支架给它撑起来以后，它才有办法让它恢复成这样的一个通畅。所以这个病人虽然急救了那么多次啊，结果的一个恢复啊，大家也很难想象，原来这边肺部水肿的这个问题啊，哎，完全改善。不只是这个改善，他神志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恢复得很好。但是追根究底，更往前，饮食习惯、高血压、高血脂，这个都是要治疗的，不要产生出这么恐怖的变化。感谢收看，再会。